50 words and phrases about smartphones. Hi everyone, welcome to Everyday Chinese. I'm Crystal. In today's lesson, we are going to learn 50 words and phrases about smartphones. Let's begin. 智能手机 手机 智能手机 手机 屏幕 屏幕 主屏幕 主屏幕 按钮 按钮 开机 开机 关机 关机 To study Chinese on the go, you can download the audio or PDF notes for this video by clicking on the link in the description box. Let's continue. 睡眠按钮 睡眠按钮 唤醒按钮 唤醒按钮 电源按钮 电源按钮 音量增大按钮 音量增大按钮 音量减小按钮 音量减小按钮 响铃 静音 响铃 静音 前置摄像头 前置摄像头 后置摄像头 后置摄像头 设置 设置 重启 重启 飞行模式 飞行模式 蓝牙 蓝牙 SIM 卡 SIM 卡 接口 接口 充电线 充电线 充电器 充电器 充电宝 充电宝 指纹 指纹 图标 图标 应用 应用 下载应用 下载应用 删除应用 删除应用 向上滑 向上滑 向下滑 向下滑
屏幕保护膜。屏幕保护膜。保护壳。保护壳。自拍。自拍。接电话。接电话。回电话。回电话。挂电话。挂电话。语音。语音。联系人。联系人。发信息。发信息。回信息。回信息。刷手机。刷手机。他在玩手机。他在玩手机。别玩手机了。别玩手机了。我的手机呢？我的手机呢？你见我手机了吗？你见我手机了吗？我手机响了。我手机响了。我手机没电了。我手机没电了。我手机快没电了。我手机快没电了。我手机死机了。我手机死机了。我手机屏幕碎了。我手机屏幕碎了。